你会唱歌吗？那你会跳舞吗？哟，这啥人都有，你不会唱也不会跳，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我爸以前在苏联学过唱歌，这也是他教我的。后来，他进了工厂，再后来。这是英国的曼哈顿，贼有名。就他吧。再后来，我就认识我这个老公，他是香港的。男人不是是贪漂亮的，是贪心切。今年多大了？21。你不是让你爸去吗？怎么还不去？好，两位唔该，望呢边，望镜头，望镜头，哎。买到少少，好嚟，开心啲，笑。婚纱线我当时觉得很漂亮，如果我那个时候留在深圳打工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你叫李月英，我叫李英。你出来多久了？我出来63天了。明天你还会不会给那人打电话？